生活不是只有诗和远方，然后抬头也是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的，也很好看。所以你不要去管自己失去了什么，要看看现在身边有什么好。还有树，有。 Hello 蜜姐，打开这份礼物，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开始一次露营演习。哎呦，这么大一个东西，没看懂啊，没看懂，直接放弃，我先做这个吧。说充气不要过度，8分钟就可以饱和，所以我要在这摁8分钟。好，这个气垫这样就可以了，我觉得。这也太不满了哈，我觉得是让我放弃的吧。准备了保温杯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我们去郊游一天的话，还是需要及时的喝一些饮料，补充一下身体的能量。这样，那这就是我今天要来的地方。哦，这里环境好好。哟，我这里面好大哦，我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逛过书店了。啊，这书真不错。Hello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 ，Hello，Hello。Hello， 姐姐好。Hello。请溜达，这是。我那个为大家准备的，啥呀？这个这座楼是我为大家准备的礼物，可以去溜达了。对对，真的？真的真的真的。真的假的？对。这么大。小丁。在叫我吗？小丁。哎。好的呀。好尴尬。不认识啊，不熟悉啊。好尴尬，怎么办呀？哈喽哈喽，近视眼看不见吗？哦，真的。哈喽，姐姐。你也早来了。哦，对。你是第二个。我是第二个，你可以到处看看，这是我准备的礼物。哦，真的。嗯，真的，到时候看看吧，上去逛一下，还真不错呀，现学现卖。那肯定的。哦，蜜姐，这是啥嘛？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彩灯吗？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彩灯吗？这谁的？哇，好好看。你知道吗？这画是我准备的。这个人感觉艺术细胞还蛮好的，颜色运用的还行，但是画的有一些脏了，但整体来说不错。咱就说这画画的怎么样吧。不怎么样。哦哦哦。这个不错，很实用啊。随便你准备的吧。对。哦，是你的杯子。对啊。嗯，因为画是我的。对啊。对，有点不对。肯定不对。为啥？为啥？不像你准备的。真是我准备的。真的吗？那么可爱的水杯肯定是他准备的呀。那么可爱的水杯肯定是。这水杯真是我准备的。哦。你觉得这画画怎么样？特别好，画的非常的。真的吗？嗯，满脸都写着真诚。是我错了。你的杯子很受欢迎哎。对啊，贴心贴心。我选的杯子可以。杯子一辈子，我选杯子。这是啥呀？它看起来太豪气了，很热门。准备杯子的人啊，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这个旅行经验，我选杯子吧。所以刚刚在所有的题目当中，那个杯子的主角，嗯，是获得了3票的胜利。啊，哇！现在要恭喜杯子的主人成为这一季《花儿与少年》第一轮的团长。哇！恭喜丁团长！丁团长，丁团长！团长！
狠的。团长挺不好意思了，团长，不要不好意思嘛。咋的？快发表一下任职感言。这杯子不是我的。啊？你为了自己不当团长，连那个什么都不要了。为了不当团长，自己准备的东西都不要了。这杯子不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啊，画是我的。画是你的？我们在干嘛？哦哦哦。杯子是姐的。你看。杯子不知道。你看你这个骗子，你这个骗子。果然是你。我天哪！恭喜杨幂成为第一。哎呀。哎呀，这是个大骗局！这是干嘛？这是吓唬我，吓唬我！跟蜜团混了，蜜团，蜜团，蜜团，我们要吃蜜团，我们要吃蜜团。我自己成为团长的话，团员们就倒霉了。咱们就峡谷里15天好了，那边有山有水有石头。嗯，饿了吃雪豹，渴了灰尘。蜜团，我们要吃蜜团。大家不能什么事儿有事儿没事儿找团长，也不多拿一份工资，所以就顺其自然吧，玩得开心就行了。对，啥呀？这是没当过领导，根本就。亲爱的花笑团，来，大家都帮忙，请填写下午的学习分工表。嗯，装备搭建学习。我可以。哎，有人自告奋勇来。餐厨系统学习，我真我吧，我真的，对，别的我看我都不太行。还有一个房车使用学习，房车，这个好像。那我去吧，那我去吧，我去房车吧。你看我们领导多有担当，对。那现在谁来一个房车？其他的就剩3个人，然后去餐厨。我去房车，我去帮团长。要不我来装备吧。好，我们已经写好了。Yeah，Let's go。麦麦他们呢？今天玩吧。麦麦他们呢？凯莉姐呢？对，这个是房车。那个我简单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叫小裴，然后我日常会开这些我们那个拖挂房车，就是在环游中国嘛，我们就这些。我看之前你很会捧场哎。对拖挂房车有了解过吧？没有。行，那来我跟。来唠，来上来看一看，了解一下，有啥不懂的，那个你问我。哇，你这个房车很简洁。对。就是这种装修风格很极简哈。就是它那个功能区是分的是比较明显的，一般上它和咱们家就是一模一样嘛，家里有的也都有。哦。我们房车生活它不只是只有诗和远方，它有到灰水乡。灰啊。这是马桶的那个水，对，这是就是我们的排泄物，正常的，每天你们要有人每天要清理。哇哦，咋清理吗？就是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正常拿下来，拧下来。OK， 啊，你很做全套哎，你可以，你很做全套哎，好，来，还可以，啊，都这样，这样，对 ，and 这样，对，好的，然后转回去，然后塞进去，扣住的，好，可以飞起来吗？哎，我想知道房车里面有那种音箱吗？有音箱。哦。最重要的这个来了，这个是我们正常的卫生间，这边有个扳手，开关，打开才行。你可以来试一下。然后。那后面有个按键，按水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哇，这是什么东西呀？但你也就是把马桶水溅到了我一腿，也还好啦 ，OK 了。谢谢。那是干净的。谢谢，丹妮姐姐。是干净，对不对？干净的哈。我也不知道。
听我说，谢谢你，没有你。好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学帐篷，好吗，丹妮妹妹？好的，姐姐。是否比想象中要复杂？不，这个好很多，这是充气的。对，充气帐非常方便。哦。哎，你们俩的方向怎么是一样的？朝内45度，不是朝外。要跟它反向作用力。这个是要打气的吗？对，充气帐。我看它这个是啥？哪个是先拧哪个？逆向阀关上，再打开上面那个充气阀。你是突然间觉得说我为什么要在这里？那么我试一下。好凶哦！好厉害哟！好可以哟！哦哟！哦哟！大力水手！哦哟！对不起，我试一下吧，我试一下就行。稍作休息。好厉害，这确实累啊，确实累啊。雨衣在哪里？是雨衣吗？哦，丹妮姐姐。哎，什么？没有，是丹妮姐姐。吓死！来吧，秘密。我们问他们要不要雨衣。要雨衣吗？有雨衣最好。我都拿来了。谢谢。伞要吗？没事，不用。好，再见。谢谢，拜。有任何需要吗？你们留下来一起学、那个、如果吃的喝的话，需要的话自己去拿，加油。好，请问现在帐篷有几个？这里帐篷这里我们准备了两顶大的，一个是金字塔帐，5.48米的，然后一款充气帐，可以住两个人。那个能住几个？这个能住6-7个的可以。那我们搭一个帐篷就够了，五个姐姐睡大帐篷，我俩住车。那个凯丽姐，那个东东说想睡房车，那就让给他吧。可以，可以吧？可以。不带这么挑事儿的，姐，这矛盾转移了，你这转移的太巧妙了。我就擅自做决定，我是让涛姐跟凯丽姐去睡房车。可以，因为两张床就正好。那个桌子不是降下来也可以睡吗？桌子降下来是可以睡一个，然后你们俩就肯定睡帐篷了，然后现在就安排我们仨。我可以睡帐篷。我都行，我也都行。你不是那个吗？你还是帐篷就够了。我都可以啊，你不能。五个姐姐睡大帐篷，不要着凉嘛，你不要着凉。这个不用让，因为那个嘛，你不要在外面。那就这样，因为我今天身体情况特殊，我就不能在外面着凉，所以我今天就跟姐姐们睡房车，然后你俩是一个帐篷，然后他俩是一个帐篷。OK。秘密是一个，我们几个人在讨论的时候，他就会快速的拿出一个决定来。他今天一天我就做得很好啊，从中午宣布之后到一直后来，他在为我们所有人想。那要不要我们趁天亮去把那两个帐篷先支起来？对，必须支起来，赶紧。走吧，先把他拉过去。走了，祝你们玩得开心啊！谢谢啦。这是咱们的房车，哇！你俩的是可以的，你俩的是可以的。啊，这是我们的房车、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房车。是，哦，那跟那个差不多吧。他俩的就已经非常踏实，非常稳妥了，不用啥了，我就铺一下我这个就好了。嗯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摊主那儿再拿点什么。就是比如说露营的那些东西，看看还需要什么那些。那就把他那个刚才那些菜什么的，咱们弄过来。对吧？他带的菜。对，好吧。他说要给我们。对，走，说干就干。这是啥呀？这个是主干。对。这是上面的吧？这是第二件，这是第这。不是，应该是有尖儿的，是头啊。这俩都没尖儿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不对。这第一个、第二个、第三个，
但是为什么这个有尖儿？应该是这个是，应该这个像是织里。这肯定是这个。哦哦哦。我建议你要把雨衣穿上，因为感觉又有点下雨。好的，我去。是啥？不对，哥，肯定是这个。韩东君，韩东君，白色的是主杆，白色的主杆，对对，这个真是这个，对对对，真是这个，哥，先撑主杆。放下，放，别抬。可以吗？爹儿，你去帮他一下吧，那有点难。太滑了，你知道，得穿鞋。好，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三二一，走。好。先这样盖上可以了，先这样盖。你们把那个支起来吧，你们把那个支起来吧。哎。它在漏气，听到没有？它底下有一个挂钩，我挂了，挂了。没挂上，没挂上。挂上了，下面那个拧紧，把上面那个打开。它这个。小丁，帮我把一下。OK， 好。你打中间那个的时候，是不是得把这两边这个弄起来？对。娜娜来帮忙。娜娜，你能拽着那个中间的那个钩吗？把这个弄起来吗？哎。拽，这个真的不好拽，这个真的拽不住。还有力气吗？我来。还有力气吗？我来。我先缓缓你来，缓缓你来。不是这个。来。小心这个水会，它等一下一弹起来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哦，它这个你得把它弄开，不然很难挡。快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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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好了。拉风绳，拉着风绳起来会对好起一点。对，给它蹬起来是吧？中间得起来，坚持一下。搭吧，文哥，那是不是差不多了？你们俩歇会儿吧。没事没事，你先把那个美女上。太大了。男孩子们淋着雨在搭帐篷，其实是挺辛苦的，所以自己想说能搭把手就搭把手呗。我们每个人都很投入在那个搭建的过程中，第一次见面，大家还在磨合当中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么融洽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哥，哇，
这是谁搞过来的？好厉害！甜甜糖糖哥，这儿，糖糖哥好站，超站，站爆爆了，站爆了。啊，发出了不属于糖的叫声。哇，真的，这辈子没搬过这么多行李，我，大家真的是把家都搬来了吧？OK， 我那个箱子还是被水泡了，是进水了吗？里面对，里面都泡了。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你看，最倒霉的是枕头泡了，麦麦。哇，枕头泡了咋办？那不得先拿吹干一下吧？嗯，得先拿出来。对，然后咱还得放一点那什么呢，放点这个提味儿，对，甜，能行不能行就得小心点，我干啥经常得说离远点。哎呀哎呀，我非常想搂一口那土豆丝儿，我想迫不及待品尝一下。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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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秘密，哎，你是不爱吃那个醋的，是不是？我可以吃，我可以吃，可以啊，我可以吃。小丁儿，哎，你会不？我会，嗯，我是会。那我们负责给你打下手，你掌厨吧。也不至于。来吧，丁儿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没有没有，不会我都。这架势有点意思啊，架势真拧巴，小心手。丁儿切挺细的哦，我还真不会炒这个。你看搭得了帐篷，还下得了厨房，对，挺厉害，厉害厉害，好厉害呀，小丁。小丁刀法了得，可以放心了。不是，我真的不怎么会啊，我只记得步骤。别烫着。嗯，反正淡点味儿。那你就再放点儿，放一点儿就行。嗯。OK。你赶紧自己吃啊！我吃，我就爱吃这玩意儿。忙活一天，喝口热的。嗯，没任务了吧？蜜团，蜜团。让我来。规划一下明天的大计，既然现在我是团长的话，我要拿出一些团长的威严来。可爱，严肃一点，严肃点。我觉得咱们别早起了，别早起，咱别早起，因为我一点半有个考试，所以是吗？晚上一点半，早上一点半啊，不对。中午一点半有个声乐的期中考试，所以可能要占用一点时间。你要多长时间？到两点就好了。半个小时？嗯，我能考完。所以不管咱们出不出发，就是两点钟再出发，或者就是早一点出发，在他考试之前我们到达下一个目的地。嗯，下一个场地是哪里？好问题，咱十五天都在这儿也行。也 OK。 把这玩透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但没必要。如果你们要让我定的话，我就定峡谷了。你说算啊。哎，附近有峡谷吗？王者峡谷。那里面有山有水的，有峡谷，有树林，有河道，有草丛。峡谷。饿了吃雪包，渴了回城。嗨。这个是最美露营地的推荐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自己想要的，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下。大概有几个地方呢？那就看大家的需求，我们还可以先选一下我们的行走路线。我们先这样摆吧。你的云海是哪个？这儿，这肯定是最后一个地儿了，基本上。这是古镇，李斯的古镇，恭喜你。哇，那么远啊！然后这儿有一个野生动物园，然后有一个柳叶湖。最美日落。最美日落，谁的日落？我的。
浪漫河滩，那我把我自己放上吧。林涛姐，森林，森林。海丽姐理想的是蝴蝶，小丁想要的是啥来着？星空。株洲那儿就行。所以株洲在哪儿呢？株洲，株洲应该是往南一点。哎，我怎么没找到株洲啊？你们居然找不到株洲吗？哎，怎么办，朋友们，我找不着。株洲呢？真没有。哎呦，你们都找不到株洲啊！哎呦，谁说的？哇，真的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们都找不到株洲。现在有一个团队的守则，因为露营不是一个人的事情，请花少团共同制定出你们的旅行守则。入睡时间 ，Ray， 早上起床的时间 ，Ray， 就是大家都是都同意嘛，我们异口同声嘛，大家想干嘛干嘛，但是我们出发的时候。假如说咱们这是第三天，咱们要挪到下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大家可能得需要早起的话，可能得都是懂事儿的人，也不会有人真的说我要睡到下午。他那样的时候，咱就一起问他，咋的了？咋的了？谁呀？谁呀？迟到了。谁呀？谁呀？啊，咋的了？咋的？迟到了。迟到了。谁呀？谁呀？啊，真的唠一天。能唠一天，就谁呀？咋的了？全整东北了，我跟你说，东北之花儿与少年。东北花少。东北话，请成员们共同商定三条守则条例，严格按照入睡时间和起床时间执行。可以，赶紧写上，怕你们变卦。好，咱们出发时间还要定一下，咱们路程是多久？2小时50分钟。我觉得一点之前到，对，赶早不敢晚，所以大家就明天定了10点出发，10点出发往回推，自己起床时间自己定。对，这趟的福瑞的旅行呢，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心情。好，好，好心情。好。我觉得蜜姐当这个团长，她非常有统筹全局的那种气势在。麦麦女士，现在要开会，唐哥开会。既不一本正经，然后也倾听大家的意见，也很幽默，也很机智。我们几个人在讨论的时候，他就会快速地拿出一个决定来。你那个可能他不采纳，或者他觉得不太合适的时候，他就给你截止了，用一个玩笑的方式，还不让你尴尬的方式就处理掉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但没必要，这是有点喜剧人效果了。咱就是说，必须给秘密姐姐打10分，又 free， 但是又有节奏，又有规划。就会让你很舒服。希望大家今天可以睡个好觉，你早点休息吧。我去洗澡了。睡个好觉就完了。哦，我呢又晕车。我有晕车贴。本身就晕车，一这样的话就更晕车，所以呢就坐车呢，我就坐头车吧。你坐头车哈。我坐头车，因为我想起来花少说就是坐头车，晕了。想吐了就让它停了，你在后边跟着就不行。嗯，我把这个放在车上。安东君，谁在叫我？我跟你商量一下，那个凯丽姐昨儿没咋睡，然后她想坐头车。可以啊。那你我小丁跟凯丽姐。但是不行，我车坐不下。啊，只能坐三个是不是？坐三个。那我就坐尾车。我主要是觉得我先到了，能帮大家张罗点啥。10点准时出发哦，大家加油！加油！曼曼，哎，你这箱子我直接帮你放了啊。好，谢谢。还有李丝儿的。这个吗？对吗？谢谢。可以。你有晕车贴吗？有，但是我也没拿。没。我有，我有，我给你找，我给你找。这玩意儿没有用。有人要吗？晕车贴？要吗，丁？你坐后面，你要不来一个？可以啊。来一个吧，它是贴肚子吧，应该是。你问一下凯丽姐，应该是贴脖子。啊，这贴脖子，哦，贴这个，拿一个吧。要不我来？姐姐要帮我吗？嗯。我们那边今天这是天使哎。起德行。我是魔鬼你。哎呀，快点，别唱了，快点！10点了，他来不及考试了，你。还有8分钟，朋友们，就这样卷的对吗？是两边卷还是一边卷？一边卷排气，你这个塞得进去那个小子，你把袋子收好啊。好。
吃到我们的吧。哎，朋友们，还有一个问题，锅碗瓢盆这些咱得收回去啊？是吗？哇，那这些都收也来不及呀、啊。要收，要不然没得用我去那边。放了，就放这，这样都应该是。走。哎呀妈，我的醋啊，这可得带着。我们都用手拔的，用手能拔出来？啊，这还差一个钉，这还差一个，这个徒手拔不出来，太深了。走，十点钟出发不了，十点半了都快。哦，是吗？嗯，十点半了，密团。真的假的？嗯呢。当时就有点小紧张了，就觉得啊，可能，就是。时间可能赶不上了。那个，我觉得丁儿的车先走吧。没，不用不用。你们仨先走吧。你们得先走，真的是。不，得这个，不然就拆不了。你们先走，你们先走。这个你们弄不了啊，对。没事，我们找男生来帮。弄不了这个。小丁，走。真走了。真走了，怕他们弄不了。怕没人帮他们。先对准那个。小丁考试，快去干嘛呢？快点！我是不迟到的人，只要定好了时间，就是我是不会迟到的人。潘东军，你快点！换个鞋。你快点！我们先走了。啊，赶紧去。就是把他们对准呗。这边叠，这边叠，再叠这边。上车，快上车！走。拜拜拜拜。